90周年台湾的球衣。所以这件是特地为了这件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其实这件我才随缘，因为毕竟只有1000件嘛。那既然很荣幸遇到好心人士帮我代买，所以我就赶快入手一件。对啊， okay. 直接把机票钱给省下来了。90周年台湾的球衣，所以这件特地为了这件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其实这件我才随缘，因为毕竟只有1000件嘛。那既然很荣幸遇到好心人士帮我代买，所以我就赶快入手一件。对啊， OK， 直接把机票钱给省下来了。然后现在在排兄弟的。对，兄弟的话，我答应我，因为我要帮别人买钥匙圈跟联名的纪念球。OK。天气比较不好，会不会影响到你来排队的想法？其实我觉得还蛮凉快的啦，不过现在这里好热。那会不会觉得很幸运是有大巨蛋，就直接下雨比赛可以到达？对啊，是真的还蛮棒的。大巨蛋其实我亚锦赛就来过了，我还觉得里面环境还不错，然后看球品质也很好，就整你球场几乎没有什么死，几乎零死角啦，不敢100%啦，就几乎零死角。连外野的视野都很赞。所以你这次坐在哪里？我今明两天都坐内野。所以这样投票花了多少钱？我是都买最贵的位置。所以就算是非常本期的球迷。严格来讲算是啊，就是想看拉队自己也可以顺便看球赛，因为我都是买热区。买热区哦。对。所以今天是特地来看军军吗？军军哦，可是我是买一垒侧哎。因为三垒车是一垒车是巨人的拉拉队嘛。OK。看一下国际的拉拉队也是一种体验嘛，对不对？那有特别喜欢两队的哪些选手吗？巨人的话就冈本、坂本。玩家号，可惜他没来，大四也没来。对。然后坚野、互相，就都是王牌。对。那中信。中信的话，我自己蛮欣赏的是子豪吧。因为应援曲很洗脑。今天可以全场炸裂，应该很，其实蛮惊人的。对，希望全场大家一起炸裂陈子豪。对啊。刚刚看到红绿枪吗？我觉得就毕竟是一场交流赛，两队都认真打，所以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谁输谁赢，我自己是没有跟明天那场比赛一样，谁输谁赢，其实我都觉得都是很好的学习经验。Okay. 不管是对巨人、乐天、兄弟，都是很好的经验。